可以，早上好，亲爱的歌友，又到了星期三，我们见面的时候，每次都是期待着这1个半小时，我们一起唱歌跳舞。哎呦，当然老师，快乐老师，哎呀，今天一个小姑娘也有头上也有花，耶，我也有花，哈哈哈，对吧？好的，好的，好高兴看到大家。好，今天小朋友，你画画吗？今天我的这个预热正好是用我们的简笔画啊。好的，我们大家看一下，happiness，耶、yeah!，可爱吧？让小朋友也给我们画一个啊，高兴，happiness，小朋友肯定也画得很好。哎呀，吴英老师好，好。那么今天呢，我昨天，画了一个简笔画，那么就是正好我们用这首唐诗一起来这个做操这个大家都回去的还都可以画哈，很简单，就是用1023，记得啊，1023，小朋友你去画啊，等会儿我们11点半以后你可以给我看你画的怎么样啊，1023，看到吧，10，一个大二。下来，对不对？然后三，哎，这里就是记得了哈，一个圆的，好多三，这就是一个鹅，对不对？我们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操，同时呢，正好戴然老师今天真是我们心心相印啊，等会就可以和小外孙女啊，或者。小孙女啊，或者是小孙子一起做啊。这个我们可以分为3步：画，然后边说边做，然后呢，最后呢就 meditation。这个有的时候烦恼的时候，自己就在脑子里面画。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做这个鹅，骆宾王写的这首诗的操，给一点音乐。好的。下面我在给音乐的时候，大家有什么要想分享的吗？可以举手，就是说你对这首歌，好的，大家一天一站就站，不愿意站就算了。我们是一只美丽鹅，我们手一天到晚都是放下来的。好的，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好，再来，英语怎么说吗？Goo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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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项向天歌。我们翻成英文：Look at the sky, move the neck。看到吧？那么小朋友可以回去和那个幼儿园的英文小朋友，对吧？英国小朋友，move the neck。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我们可以翻成 swim in the air and paddle in the water。好，下面我们用自由 style，就跟着音乐一起做啊。坐着也可以坐。哎呀，坐的真好。
休息了啊。非常好，我们还有几分钟。这个呢，我就是想跟大家练一下这个髋关节啊，这个我们用这个髋关节。好，大家看啊，这个我们大家经常这个就是说人老先老腿，对不对？人老先老腿，大家就是说如果蹲膝的时候应该是先蹲胯，这个我们都做不到，我们都是急急忙忙膝就下去了，所以要学会，现在我们就学会先松胯再蹲膝，先松胯再蹲膝。我给大家看一个东西，大家就记得了啊。这个是医生给我妈妈的啊，当然他说你不一定要等到那么90岁，大家看到哈，这个有点不是很雅，但是没关系，看到吧，这么厚哎，这个垫子这么厚，他就是说要穿着这个保护这个髋关节啊，这个保护这个髋关节，所以髋关节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就是如果你现在练的话，以后骨折就是说不会容易全部摔断。所以我们现在来，大家一起来练一下啊！我们这个对着，不是哗啦一下就下来了啊，就是来先松胯再出膝啊，再来松胯出膝，这个膝盖最好不要超过这个前面这个指头哈，超过一点点没关系。再来松胯出膝，我这刚刚都快了一点啊。松胯，意念到这里来，松胯，出膝，对对，膝盖的膝，哎，松胯，出膝，啊，这个练习非常好，希望大家都经常去练一练，啊，因为我们都是一天到晚急急忙忙，这个有的时候脑子里还没想好，嘴巴话就出来了，对不对？这个走路也是这个歪下去的膝盖，所以这个膝盖承受的力量非常大啊，非常大。所以我们做一做鹅的操，然后扶到这里，望着外面美丽的这个树林，就来，对吧？慢慢慢慢就习惯成自然了啊，就是松胯再出膝啊，松胯再出膝。他说你这样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把你这个腿部的肌肉都练起来了，腿部的肌肉，因为你一松胯，这个肌肉一天到晚坐着，你都我们坐着看电视也好，上Zoom也好，都紧张的要死，对不对？松胯，把这一部分松松，这个里面的好处太多了哈。松胯出膝，对的，松胯出膝。好，今天我们预热就到这儿，大家记得做这个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啊。这个咱们的都国家的这个唐诗。对吧，从小的时候就学，但现在把它捡起来挺有意思的。再一个记得松胯出膝。好，下面请秋风老师带领我们继续航行 sailing。 秋老师 sailing。 好，叶子老师早上好。哎，秋风老师好。各位歌友们，哎，早上好。我刚才呢，就一开始看到那个叶老师给大家的那个画的大鹅的这个图哈，我突然想起来，我刚还没上小学，刚上小学的时候，我记得小朋友们之间老是画一个图，画小鸭子，不是鹅，是啥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歌友们也有这个经历哈，就说我语文得了2分，我数学得了0分，是谁呀？妈妈打我三个嘴巴子，我一撅嘴变成个小鸭子，也就是说画一个二里有一个零，然后底下画一个三，然后呢一撅嘴呢就变成了一个小鸭子，哦、然后想起儿时，真好，嗯，好玩，好，歌友们，我们继续我们的 sailing。好，我们上次呢得把第三段呢歌词呢也都我们一起来，就是说就是把它读了一遍，我们那个演唱了。现在我们把整个三段呢一起，我们把它先呢用慢一点的速度呢我们把它唱一遍好吗？然后呢我还是每一句呢唱两遍，我们再就是您再跟着一起呢再每一句多练习一下哈。好。
好 1 2 3 I'm sailing I am sailing Home again Cross the sea I am sailing Stormy waters To be near you To be free I am flying I am flying Like a bird Cross the sky I am flying Passing high clouds To be with you To be free Can you hear me? Can you hear me? Through the dark night Far away I am flying Forever crying To be near you Who can see 好，很奇怪哈，我在我的电脑上我看的这一页的歌词是对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放在 iPad 上头我最后一句就不见了，错位了哈。好，我们现在回到第一段啊，每一句两遍啊，稍微速度流畅一点的，我们开始。1 2 3 I am sail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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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e again Home again Cross the sea Cross the sea I'm sailing I am sailing Stormy water Stormy waters To be near you To be near you To be free To be free I am flying I am flying I am flying. I am flying like a bird, like a bird across the sky.
across the sky. I am flying. I am flying. Passing high clouds. Passing high clouds. To be with you. To be with you. To be free. To be free. Can you hear 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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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ough the dark night, far away, through the dark night, far away. I am flying. I am flying. Forever crying. Forever crying. To be near you, to be near you, to be free. Oh, who can say? Who can say? 好，歌友们，我们把它连着唱一遍啊。One, two, three. I am sailing. I am sailing. Home again. Cross the sea. I am sailing. Stormy waters to be near you, to be free. I am flying, I am flying like a bird across the sky. I am flying, passing high clouds, to be with you, to be free. Can you hear me? Can you hear me? Through the dark night, far away, I am flying, forever crying, to be near you, who can say? 好的，歌友们啊，这首歌呢，哎，我们这是最后一次练习了。我相信已经很多歌友能把它很熟练的把它的唱的很到位了哈。好，我呢
就是又把这个 Mary 拿出来了，把上个月咱的歌呢，哎，把它就是说 refresh 一下，把它重新的我们来 review 一下，我们重新哎感受一下哈，也可能这一次您再去试着唱的时候，哎，觉得哎没有这么难了。好，我们试一下哈。啊，打四拍了，还记得哈 ？1, 2, 3, 4。Midnight, now the sun from the pavement has the moon lost a memory. She's smiling alone in the lamplight.The vision look like at my feet, and the wind begins to moan. Mary, you're alone in the moonlight. I can dream of the old days.I was beautiful then. I remember the time I knew what happiness was. Let the memory live again.怎么样，歌友们，大家还都记得哈？好，今天呢我们就复习前面这两段啊。好，我们下次课呢我们再把后面的两段再继续复习一下啊。好，下面呢我再用还是一句一句的，每一句两遍呢，我们把它再用慢一点的速度把它把这个歌词呢我们再把它练习一下啊。好，我们试一下。Midnight, da da. 我们试一下。Midnight, now the sun from the pavement. 再来一遍这一句啊，有点难。In the lamplight, the vida leaves collected my feet. And the wind begins to moan.And
the wind begins to moan. Mary, all alone in the moonlight. I was beautiful there. I was beautiful there. I remember the time I knew what happiness was. I remember the time I knew what happiness was. Let the memory live again. Let the memory live again. 好，各位友们，我们现在连着一起唱，我们大家一起唱 1, 2, 3, 4. Midnight, not a sound from the pavement.And the moon lost her memory. She's smiling alone. In the lamplight, the vida lica lacked at my feet. And the wind begins to moan.Memory, alone in the moonlight. I can dream of the old days. I was beautiful there. I remember the time I knew what happiness was. Let the memory live again. 好的，歌友们，大家感觉怎么样？是不是这一次放了一段时间，我们再重新把它捡起来以后，我们发现哦，还好啊，没有这么难了，跟第一次我们刚开始演练习的时候啊。好，今天呢？我们呢就一起呢来把这两首歌呢一起的练习一下。下面呢，叶老师会带着大家呢继续啊，把《Saving》这首歌呢啊最后一次呢带领大家把它啊练习。好，谢谢大家，叶老师，谢谢秋红老师。好的，非常感谢。好，那个复习哈，复习是最好的老师。一个 memory， 大家也一起在刚刚一起复习了一下哈啊，那么接下来这个时间呢，这个 selling 呢，我们不光是唱，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加一点花絮啊，这个因为练唱，我们刚才练了一会儿，再等会儿回去要练也可以，这个花絮一起欣赏哈，这个我觉得增加趣味性，增加趣味性。好，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会适当的解释，嗯。
好，下面这个大家看到 Rod Steele sailing with the Roya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交响乐哈，他的一首歌可以做的这么大哈，这个 Good News 一个这个好消息哈，这个我看一下哈。Rod Steele 呢，他会到这个渥太华来演出。二三年就是说八月啊，我等下可以给大家一起看一下他的那个这个广告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点点这个交响乐，I am sailing home again, across the sea. I am sailing. 我请大家看一下哈，岁月不饶人哈，这个是英俊的这个 Steele。我昨天晚上又去看了一下这字段，这位先生啊，就是十五岁就辍学了啊。然后呢，就走向他爸爸给他买了一个吉他，开始走向音乐生涯，是一个十大最有钱的世界的歌手之一。然后就是放他所拥有的这个高级的这个车子，我看放了十分钟，最后我眼睛都看累了哈。这位先生一生哈有五个女人。都是正式结婚的，然后八个孩子啊，到时候分遗产的时候挺有意思的哈。好，下面我们看看他现在的样子哈，但是仍然我觉得是宝刀不老啊。他年轻的时候，看到刚才看到吗？这就是他现在，我们在现在里蛮早的哈，看到这位先生，他就是说是现场和这个交响乐的这些乐队一起，就是说啊，这个合作。I am flying, I am flying like a bird across the sky.好，这个我们就看这么一点点。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唱一下，然后我们再来欣赏。我还是欣赏那个小伙子他怎么唱这首歌啊。好，下面我们一起看一下 How to Sailing。这是卡拉 OK， 好 OK。大家可以跟着卡拉 OK 一起唱一下啊。
下面我要即兴采访两个歌友，快乐老师准备一下啊！刚才我看到你也带一个话筒，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平时我们练歌喜欢带话筒，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大家知道这个歌里面有个 water， 我们在中国学英语的时候特别清楚，可数名词、不可数名词，水是不可数名词，但它这个水加了一个 s， 呵呵，挺有意思的。好，这两个问题，首先我们来请快乐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他戴耳机的一个小小的故事也好，或者是来快乐老师说一下。打开话筒。哦，你好，那个叶子老师，我这样讲话你听得到吗？听得见，听得见。是吗？我也不知道，我反正有这么一个，我看你戴了，我也拿出来戴了，哎，效果还蛮好。对对对。我平时是用那个小耳机戴的，小耳机唱歌，这个我从来是也没用过，所以我就拿出来玩一玩，对的，还可以。对，啊，对对。还有你第二个问题什么？我没听清楚。我的第二个问题，那个是水，这个我们说水学英语的时候是不可数名词，但在这首歌里面它加了 s， 你记得吗？你去考虑一下啊，吴音老师准备一下啊，吴音老师准备一下啊。对，谢谢。这个，谢谢。我刚刚想跟快乐老师分享这个就是戴耳机这个事情哈，因为我们都是学唱歌嘛，是吧？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关键一个就是自我感觉特别好，大家都知道哈，这种耳机比那个小耳塞的效果是要好多了啊。但是也是要看的，就是说如果你去买那种十几块钱的，那个效果是不咋地，最起码都是二三。我买东西比较喜欢买中等的，太贵了买不起，太便宜了质量太差了啊。所以戴耳机呢，它那个音响全部都到这个耳朵，你这个感觉啊特别好，好像自己也是歌星一样。哎，反正自己认为自己是歌星嘛，是吧？就自己去。所以但是不能一天到晚戴的，一天到晚戴这个耳朵哈，这个分贝它特别高，所以我们就说什么东西都是一个平衡，玩音乐。所以刚刚看到快乐老师挺好玩，嘿嘿，咱们戴一个耳机，对，而且你看那些录音的那些歌唱家哈，他们都是经常喜欢那个比较集中，当然高级的他们有一个就是挂在耳朵后面，其实那些歌唱家在几千人那个舞台上的时候，其实你看不见他不能戴这个薄梗耳机，他们穿着多华丽啊，对吧？就是在后面，但音乐是从这里来的，所以卡音特别准。这是我的点滴分享啊。好的，下面快乐老师还有什么补充啊？没有补充，我来问吴音老师了。你还有什么补充吗？快乐老师？我没补充了。那这个你这里有一个一个话筒，怎么我没听见了？我说你这里好像你有一个话筒，唱歌的时候。你刚才说什么？没有补充。我说你刚才好像有一个话筒哦，我没有话筒。哦，我没有用话筒，但是我这里是有话筒，因为咱们星期六的那个重阳节，我要用话筒唱，这个以示正式嘛，以示正式这个普通话。这个下个星期既然我讲这个，下个星期三，我们11:30。到那个12:00是重阳节庆祝学唱英文歌，我请了红林老师，大家知道红林老师是我们这里就是常客哈，唱得非常好，我特别喜欢听他唱歌。红林老师唱一个母亲，我唱一个夕阳红，那么接下来还有就是说咱们现场的，我看到的最起码咱们吴音老师啊，快乐老师啊，都可以借这个机会，咱们顺便唱一段也可以，不是现在哈，星期六是我们那个新山老歌的那个音乐会，但是星期三我们后段也那个哈，可能那个咱们那个小提琴老师也会给我们来一段。好，这个话筒就讲到这，下面吴音老师，你有什么关于这个 sailing 的这个想跟我们分享一下？我想打断问一下，刚才你说的 water 是什么意思？哦，哎呀，这位歌友，请问你的真姓大名？杨杰。哎呀，杨杰老师好，杨杰老师好。哎呦，里面有，我是这样认为哈，
这个 water 是本来是不可数名词，但是你在海洋里面，这个水啊，我也不知道。其实我是想请教，我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他们我不会去质问洋人，哎，这个我们在中国学的都是不可数名词，你这怎么加了 s 啊？我就跟的，因为有些东西不一定要这个那个，就是别人讲错了的。哦哦哦，对对，因为你去质问别人，你就是，所以杨杰老师回答你的问题，我个人的理解。是他讲这个水各种各样的水里面的杂质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浊浪和清浪等等。杨杰老师，你的理解呢？杨杰老师在吗？你好，你好，你好，我在。我刚才查了一下，啊、的确就是你说的这个。哎呦，哎呀，他这个加 s， 像那个木头。加个 s， 它就成为森林。哎呀，太好，太好了！杨杰老师向你致敬。你看，你去查字典了，我也学了一手。我刚才解释就是根据我自己的理解，我没有去查字典。谢谢杨杰老师，我这样以后记得了，而且你给我证实了一下，感恩，感恩，谢谢杨杰老师。好的，下面吴一老师有什么想和我们分享的？就是刚才那个叶子老师讲的那个 waters。我也是给我这个单词，我是想了很久，我也给叶老师想的，也是我就觉得是这是不可数名词怎么用，就加 s 呢？我是想的，我没查字典，我是根据上下文的来理解，是不是描述不同状态的波浪、海浪，有的是风平浪静的海浪，又是波浪滔天的海浪，各种状态的海浪，因为它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生命的风帆，扬起生命的风帆会面临很多状态，有的时候很顺利，有的时候就不顺利，有的时候很困难，有的时候很伤心，有的时候很幸福很愉快，这不同状态的波浪不同状态的浪涛就预示着我们生活中面临的各种状态，我们也仍然要扬起生活的风帆，生命的风帆，勇往直前，无论如何遇到什么状态，我们都扬起生命的风帆前进。哇塞哇塞哇塞，吴一老师，你这个话怎么跟这个如诗如画的即兴的，哎呀，你太厉害了，我跟你说，这就是学音乐养生的根本，你看到吧，你厉害的是什么东西啊？刚才杨杰老师帮我查了，我也好高兴哈。你可以展开，扬起生命的风帆，这就远远比我们说，来，我们一起学《航行》这首歌。若干年以后，我们碰在一起的时候，哪首歌也许不记得这个歌词哦，是不是那首水加了 s 的那首歌？对不对？这个肯定咱们记得。对，因为我们从小太认真了，学英语这个语法，注意为定装语，他们这里老外讲英语有的时候很简单，所以我就是劝咱们歌友哈，我们一起学习，不要被那些语法束缚了。还有一个，向这个吴英老师学习，哎呦，我好感动哦，你把它展开来。这就是学歌的意义，唱歌为什么？就是高兴也去唱歌，不高兴也去唱歌，不高兴唱歌，就像你说，排解自己的心里的烦闷，不把它压抑在里面，变癌症啊，歌友们，对不对？然后高兴的车就是唱出来自己的高兴，和艾娃大姐分享，和梅梅大姐分享，对的，我们一起分享我们高兴的事情。好，非常好，杨杰老师，我看到你的照片，你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没有，没有，没有，谢谢，谢谢。好，我想讲一下，好，因为当初的时候，我在蒙特利尔，因为我刚来的时候英语不好，我们学到那个水呢，老师呢，加了 s， 那么当初的时候我问他，这是不可数的水，为什么要加 s？ 然后呢，老师给我的解释是这样的，他说是百川归海，所有的河里的水啊，山上的水啊，冰啊，都归海，所以这个海呢是包容外
包容各种各样的水，所以他就说叫 S， 是这样给我解释的，就这样。哎呀，这个老师也厉害啊！对对对，这个梅梅老师的这个补充，你看哈，杨杰老师的查了这个，对吧？首先感谢杨杰老师提出这个问题，对吧？那第二个呢，吴英老师把它展开，像一篇诗一样的。梅梅老师引经据典，我的教授，我的老师是这么说的。哎呀，我下课了，下课了。这课学了一个 water 我就足够了。我今天要告诉你每一天了，今天要美水。这个大家去听听那个 CBC 的英语，英国英语跟美国人哈，因为我以前在这个加拿大政府工作的时候，第一个老板是英国人，就是若干年以后换了一个美国老板，两个人讲水全部绝对。我学一下哈，我学的不是很好，他那个 water 这是英国人 water， did you drink a lot of water， 我还学的不是很像。但那美国人，美国的英语和加拿大的英语很接近的 water 啊 water， 所以这个 water。这个秋风老师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我要加一句，您刚才说的 water， 对，我想起来一个英国的女演员，特有意思。她呢，她的丈夫可能看起来是美国人，然后她就说她的孩子，哎呀，她说孩子小时候跟着我说母语哈，说英音的哈。然后呢，她大了以后，她现在可能在美国生活吧，她等于就是转成美音了。然后她说现在她孩子说话，她跟她说我要喝水，就也提到水这个词儿。然后呢，她美国的音呢，我觉得比咱加拿大更要夸张一点 ，water。water 就是这个，就是它的更加比咱们好，咱们加拿大的口音好像更处于中间的那感觉哈。英音我觉得好像更 water 就那种哈，比较不知道没有咧这么大嘴的感觉哈，他们说话都比较矜持了似的。这是我对您刚才说的发音的那个，挺好。好，既然讲到 water 那个大家。我跟大家，昨天我看了一个视频哈，我们锻炼身体的时候，不要去喝那些 energy juice， 他说纯水就是最好的，纯水就是最好的啊。好，顺便提下。好，哎呀，好有趣。下面，亲爱的歌友，请你们把你们的那个话筒关掉，我们继续航行。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老外他是怎么样乐。他是怎么样玩音乐的啊？就是上次我们他也是自娱自乐，这个就是怎么样学这首歌 ，Water， 好听，好。下面啊，这个我们已经用过了。好 ，Learn to sing sailing， 我觉得这个老师挺有意思。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的地方，你看啊，sailing， 当它是男的声音啊，后面后腔的共鸣好厉害，所以特别好听。他的声音是竖起来的，他的声音是竖起来。I'm a sailing， 看到吧，这是扁的，亲爱的歌友，这是扁的，所以他不管是男音还是女音，看这个老师他是竖起来的，这。你看他啊，我还学不到他的响。这也绝对是经过美声唱法训练过的。对对对。First of all, get ourselves in the mood for singing this music. It's really quite long. It's really stretchy kind of singing. So let's practice. 好，大家还记得这个单词我跟你们讲的吧？Stretch singing, stretch. 来，我们早做这个操就叫 stretch， 展开、伸开、拉开 ，stretch singing 啊 ，stretch singing, stretch singing. 好，跟他玩一起玩几分钟啊。Just gonna doing some scales, singing the word sailing as we go down a scale. Sai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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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il
Okay, so you've got that energy, that pedaling energy. Here's one thing when you think about the pedaling as you keep going. Energy, I am sailing, brother, yada. Can you really plunge yourself into the deep end at that moment? Just, okay, we're going to do this through one more time. Just get yourself really familiar with this. So here we go. So now let's learn a little bit of harmony, okay? Here's how it goes, and we're going to break it down. So don't worry, I'll sing it through once to get you used to it so you can hear where it sits in your voice, and then we're going to learn it together. Here we go. I am flying, I am flying. It's nice and low and gentle, so it's kind of smoky. Think of it like, I don't know, like a barbecue kind of flavor. Yeah, there's one bit though you can watch. 大家听到吧 ？Barbecue flavor, barbecue. 大家都吃烧烤，对吧？他会把这个词用在这个唱歌里面，对吧 ？Give people barbecue flavor, 好像在吃东西。所以这个我们学唱歌要学它的文化哈。我之所以喜欢这个老师有三点，第一点。很随意的啊，他这个随意就放松。第二点，你看他不是把一首歌从啊前面到后面，他就是看第一段、第二段，他来玩，对吧 ？Sailing, sailing 有不同的音阶，就在这里就练练这个东西，把一首歌玩的这么转。在第二个，你看他又来 play the harmony, harmony 看到吧，就是和音，对吧？这个一下低，一下高，一下低，一下高。这是增加兴趣的，我觉得这个专业的当然他要表演，他从第一首，假如说啊，给我一个选择，在这个十分钟里面你只能去看一个，要么就看这个老师随便就来 sailing, sailing, 另外一个是非常专业的啊，这个表演这首歌从头到尾，我肯定去看这个老师，因为对，不是讲那个是阳春白雪何者阳春白雪何者盖寡，不是这个意思，那个我可以等会到 YouTube 去欣赏，那个对我来说太远了，这个我跟这个老师学，我回来可以用啊。我吃饭的时候，吃饭之前或者找朋友的时候，我就可以 sailing sailing。我去洗澡的时候就高兴的 sailing， 你给我想就可以用得着，所以我就喜欢这种比较接地气的、比较简单的、大众化的，嗯。Really sing into that moment. Okay, let's do all of i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verse. I am fly, one and two and fly. I am flying, I am flying like a bird across the sky. Fabulous, great. And now I am flying, passing by clouds. Give it a go. I am flying.Passing high clouds. So you're just going stepwise. Here we go, I'm flying. I am flying, passing high clouds. And to finish, to be with you, to be free. B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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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m. So starting low, going up, but now down again. Here we go. To be with you, to be free.
amazing. Okay, here we go. The second half. I am flying. One and two and fly. I am flying.Great, so all that verse, we're thinking about two things. We're thinking about we're going to soar like a bird, and we're thinking about we're going to lean into the gorgeous harmony, okay? Here we go. One, and top of the verse, three. I am flying, I am flying like a bird across the sky. I am flying, passing by clouds to be with you.Can you hear me? And can you hear me? Can you hear me? Say, home again, home again. Cross the sea, we are say, stormy war, to be with, to be free. Two more time.To be with, to be with, to be free, to be free. Great. Let's try all of it together. 好，我就欣赏到这儿，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我就从这个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假如说我就是说今天到老人院去表演，或者到一个单位去表演，那么我。下面既然杨杰老师今天在这里，我就拿杨杰老师来做比喻啊。同样是这首歌 Sailing， 我是一本正经站在那个地方啊，就是从头唱到尾，非常练了很久，尽量要求这个音准，这个是说这个专业化啊，这当然到不了专业这个程度了。好，杨杰老师也记不到这个歌词啊，但是他会用这个刚才这个老师的三种方法。第一个就走进去 Sailing Sailing， 他一个一个走到那些老人那里面去，然后呢再带几个滑稽的动作。哎，桌上有什么东西，比如说他们一般都是那个吃饭的那个在饭厅里面的，他会比如说我就随便讲一下，这是不好意思，这是妈妈，他桌上有餐巾啊，他就是这个，他把那个拿出来Sailing, Sailing， 哎，你说这个老人啊，肯定他走来走去，再然后呢，刚才你们第二个看到他用身体语言吗？这个老师用身体语言 ，Near you， 是吧 ？To be free， 他 near you 的呢 ？near you 的时候呢，就是说靠近你的，比如说这里做了一个吴英老师或者是二的 ，Near you， 哎呦，都人家都喜欢的 ，Near you， free me， 哎。你说，但然后呢？最后，当然，我这个杨杰老师不一定会用这个秧，不会去用这个秧歌的哈。我就是讲的这个 ，flying， 于此等等。你说，我刚才正儿八经在那里把这首歌唱完了，虽然好像是很专业一样的 academic， 那么杨杰老师也好，或者吴英老师也好，他们用他的这种也不说他记不到歌，他故意来的 Sailing Flying， 你说那个 interaction 和大家在一起就是一个家庭的 party， 人家是更喜欢我还是更喜欢杨杰老师和吴英老师？肯定更喜欢他们呀，对不对？虽然他就是来一个 flying， 来一个这个 sailing， 但是他的那个整个给大家调动的这个气氛远远超出了我一个人好像表现自己，我不是啊，对，这个话用的不好哈，就是说让你们哎大家都欣赏这首歌，有的时候一唱唱起来三四分钟了，一般的来说超过三分钟以后呢，视觉都会疲劳的，哎，这个时候，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我们是玩音乐，音乐养生，开心，健康。好的，现在时间已经超过了。那么今天的这首歌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对不起稍微拖长了一点，好的，大家就是在我们的生活海洋里面高兴的去 flying， 高兴的去 sailing， 我也就是觉得这就是我们节目的特色，
对吧？是我们原编的，是我们原创的，是我和亲爱的歌友之间碰撞的火花，对吧？我也不知道杨金老师今天会问我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这个吴英老师会展开这样，对，我也不知道快乐老师会这个，但是这个即兴的东西是没有 copy 的，没有翻版的，是限量版的，是限量版的啊，所以我们很珍贵，这个很珍贵。好，接下来剩下来的时间又到了我们快乐分享。这个首先我想讲一下，本来我是想调出来这个淡然老师这个啊这个背痛的那个我的那个针灸的那个就是我呢就是以前在诊所上班的时候呢，就是说对 top 10 disease 什么的高血压呀什么背痛啊，专门有一个就是说做了一个碟子，就是说什么假如说有高血压经常按什么穴位，是用英文的，但是不在这个电脑里面，在另外一个电脑里面，我会记住把这个放出来。但是我现在呢给大家分享一个东西，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看，我们上次不是说做五行太极吗？大家还记得五行太极吗？木，来我们一起做一下木，对吧？报数，对吧？火是养心的，对吧？土是怎么样？我们是欣赏花， earth element， 对吧？金拉手风琴，打开肺，然后水是 kidney， 是腰。好，下面我这个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也许有的朋友看过哈，2010年很久啦，已经12年了，这时间到哪里去了哈？这个世界田径锦标赛在加拿大，那个开幕式呢，这个我很荣幸啊，被选为这个就是唯一的一个这个就是说是用是中国的，也有中国代表团也来了，但是呢，这个田径开幕式呢，我就是在上面引领了一个就是说我自己编的五行太极。那是我一生中观众最多的10万啊 ，OK， 好，下面大家一起看一下，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一起玩一下啊，好的，不长，我不会放很多，你那个感兴趣的，其实在 YouTube 里面的叫胎记 Lady Canada， 看不见告诉我啊，等一下啊。好，这个胎记 Lady Canada 不是我自己给我的，是加拿大这个总理他去开幕式，然后他也在下面跟我做太极，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在 reception 在宴会的时候他就给我一个名字叫胎记 Lady Canada， 2010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好的，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show 这个 panel。 好的，大家这是10年前的我啊。这些我的学生99%都是洋人，都是我的太极学生。Thank you.
好，我不全部放了，反正是感兴趣的你自己可以到 YouTube 去搜开心 Lady Canada。 嗯，好，我快进一下。OK， 好的，谢谢大家的陪伴，谢谢大家的陪伴哈。这个，这也是我就和我们的好歌友一起分享。你找到了哦，杨杰老师找到了，哈哈哈哈，找到了。好的，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哈。这都是翻篇了，翻篇了。这里面一个小插曲就是说，当时呢，因为他就是 CBC 是向这个世界播送的，当时呢这里一个小插曲，他就是要给我录音，他说不能现场的，这个我们所有的节目都录音的，我讲我不录音，我说这个太极这个东西，我虽然这个是五行太极我自己编的，我要看观众的反应，比如说谢谢云南风清老师，如果哪一个动作大家觉得好像难，因为这些观众都是老外，他没有做过的，我知道他已经这个觉得挺难了，我马上就换了一个动作，马上就换了一个动作。那么换的动作，你这个事先录音这个效果肯定没有的。后来他就说，组委会又去讨论，他说不行，我们老板说了，非要录，因为我不知道你现场讲什么东西。我说那你就另请高明。我说我没关系，哈哈，谢谢谢谢 Tammy。我说没关系，我说这是我的风格，这是我的风格。最后他们还是妥协了。啊，我就因为我这个是现场，我说我要的是效果，要的是反馈，所以这个歌友也理解，我特别感恩这个打开这个画面，这是我一贯的这个教育，我好喜欢跟人家，因为中医啊，这一我是一辈子这个也望闻问切，你说你这个你来这个诊所看病，你把这个关起来，你说我怎么望闻问切，所以这个是从小就养成了这个。不是察言观色哈，一种交流。当然，我不是讲不打开这个话筒，我就是说谢谢我，最起码有几个朋友可以这样的这个面部交流。我想讲的给大家看的这个五行太极呢，就是说是我们大家经常可以做五行。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两个东西，一个是这个五行太极，我编的木火土金水，我也是根据加拿大它这个树特别多。刚刚今天杨杰老师说了，这里加拿大树多，报树啊是一个特别好的。肝主木，咱们经常都有不高兴的时候，这个肝呢、啊、非常感谢你来大家五行太极报数，对，想象的也好，或者真的去报数也好，有的人心里特别烦的时候去报数，哎呦，特别那个数很 solid， 很 solid， 你的 frustration， 你的 anger 全部都对报数，对啊，我还也可以去那里报数，你们知道吗？每天起码要八个拥抱，我们抱了几次啊？咱们中国人本身就是比较谦虚，对吧？哎，你好，你好，艾娃大姐好，艾娃大姐好，对吧？我们不讲像法国人那样 kiss kiss， 最起码这个抱还是可以哈。大家知道，我们就是说，有的讲老夫老妻抱什么东西啊？这个自己抱自己啊，自己抱自己，每天起来自己抱，哎，真的很舒服哎。因为我们真的是这个，我们这个 human 很喜欢 touch， 很 to be touch 的啊，所以来勇敢的歌友们，自己抱自己，我们一起抱八下啊，一、对、二，这个送给 Ella 大姐的，这个送给美美老师的，这个送给吴英老师的，这个送给快乐老师的，这个送给云淡风轻老师的。还有一个是给杨杰老师的，好的好的，所以这是五行太极第一个。你说，
我教了这么多年太极哈，当然二十四式这些东西经常也教，但是我觉得老外最喜欢的还是这种比较容易的啊，报数 ，tree hug the tree 啊，报自己啊，报数报数。第二个木火火是心心集权学集权学，我就叫做 windmill。原来我在加拿大东部那个 Halifax 一路都是 windmill。就是那个发电的那个哈 ，windmill。好的，杨杰老师，谢谢你。好的，这个就 windmill， 对吧？就打开这个手，像 windmill， 你要教人家，要人家了解的背景，对吧？这个 windmill 就是那个风车，风车啊 ，windmill。但是正好也跟我们心包经、心经一起打开，这是心土土。上次我们教了是觉得土是养脾的。养脾的，这个加拿大的人，这个我去教太极，好多人都喜欢种花种草，我们也喜欢种花种草，对吧？你说投其所好也好，或者是根据别人知道的也好，哎，来来来，大家一起来闻花，哎呀，这个是玫瑰，这个是牡丹，这个是茉莉，你说这个别人可以联想到，对吧？你说这个心花怒放，对不对？这个就是脾，脾土，脾土。好，筋大家都知道，这个养肺，养肺，我们拉手风琴，对吧？打开，说到拉手风琴，李主席打电话告诉我，这个美丽的手风琴老师，十月我记不清楚了，是十四号还是几号，又要给我们上手风琴课，但是有一个要求，要互动，要互动。就是说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我上课我知道全部是关到屏幕的，他说我怎么教手风琴啊，跟谁交流啊，这个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哈，就是说我到时候再提醒一下吧，在学唱英文歌里面，因为那个老师真的不错啊，我到时候我也要上去，虽然我也很怕，就是我这个怕是指就是说是不会，是不太会，你知道，不太会，懂一点点。你像怕我是不是？你就刚才那个就是一万人的那个，刚刚讲错了哈，一万 10,000 一万人的太极，我是一点都不怕，一点都不怕。所以这个跟老师互动的时候，因为那是我擅长的，中医太极是我一辈子的事情，这什么东西我不太会呀、啊，只能很简单的，但是没有办法了。所以我到时候我也上去，我建议有的歌友感兴趣的。可以去最起码了解一下，我觉得手风琴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东西哈，所以我答应了李主席，我会在我的这个两个节目里面都提醒一下大家啊，但是我到时候建议手风琴老师你给我们上了几课再从头来过吧，我们都忘记了，哈哈，所以从这个前面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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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粉刷匠啊。好，这个我就讲到这里，就是听，这是筋，对吧？拉手风琴。水是肾脏，肾主水。这时候加拿大东部那个海洋啊，不得了，真的非常漂亮。希望我又是我的一个梦啊！以后等疫情彻底好了以后，我和歌友我们一起到东部去，我可以给你介绍这个地方吃龙虾好，这个地方吃虾子好，是不是？那地方海洋真的是好，我叫 waterway， 就是海浪啊。又告诉今天我们和你水特别有缘哈，来大家看到吧，就是 waterway， 但是大家推的时候请千万用这个手掌，用手掌啊。这里有几个穴位啊，有几个穴位都是对心脏特别有好处的，所以你去推的时候呢，有意识的就是用这个手掌去推啊， waterway， 对的，用力用在这个地方，这个就是水。做完了以后呢，擦擦自己的背，就和你的腰眼联系起来。当然我不止这么多，这就是我编的简单的五行太极。你说老外他就是来了一堂课以后他就记着啦，报数 windmill 对不对？ play the accordion， play the accordion， 对吧？然后 appreciate the flower， appreciate the flower， waterway， waterway。 所以我对大家的挑战，今天
学了这五行太极的晚上一定要和另外一个人交流，交是最好的，记住，我要向吴英老师挑战啊！今天跟你老伴也好，跟你一定要，他就是说这或者你的朋友，来来来，我们一起打下五行太极啊！梅梅老师跟你的小朋友也对，反正就是说一定要和一个人交流。我跟你们说哈，这个很多调查讲哈，这个学来的东西，一个星期不复习忘记50%，一个月不复习忘记70%，一年不复习忘记90%。好，所以这个五行太极，另外有的同学啊说，有的个人说我不愿意去打扰别人，没关系，艾娃大姐对着镜子啊，艾娃一，艾娃二，来来来来来来，我们一起打五行太极。好，办法人人有，或者是戏法人人有，看你怎么变。好的，哎呀，很高兴很高兴啊。下面这个艾娃大姐啊，我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请你打开你的话筒，好的。这个的这怎么样啊？你五行太极，你觉得学了一点吗？学了一点，挺好的。挺好。你最喜欢哪一个？最喜欢报数还是喜欢推水？我喜欢推水。哎呀，非常好，对的，对的，对的，非常棒，非常棒，啊。肾主水，气为先天之本，哈，很非常好。好，谢谢艾娃老师简明扼要的回答，非常好。好 ，remove the pin。接下来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啊，李鸿章，这是亲爱的妹妹姐姐借给我的啊，你看她背后这个书哦，多的不得了啊，我们都在渥太华，所以这个。相对的来说还是方便一点。这个它是一个书虫哈，我们叫它这个 bookworm。这个虫本来对我们来说是贬义词，但是西方你要是夸人家，哎呦 ，you are bookworm， 他特别高兴，笑得不得了，笑得不得了，证明他是特别爱读书。好，这个我又要岔开了。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化讲龙不得了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我告诉你，我就。啊，肾主水，开窍于耳，对的，肾主水开窍于耳，啊，这个肝主目，开窍啊，肝开窍于目啊，好，没关系，但是这个对对对，开窍于耳，谢谢，非常感谢杨坚老师，好，下次经常给我们多打一打，再让大家印象深一些，啊，这个话题又把它岔开了哈，本来想讲李鸿章。以前我在那个啊那边工作的时候，结果一个朋友邀请我到他家里去吃饭，咱们中国人都寒暄对吧，小孩子就在那拉琴啊，男孩子拉得不好得不得了，哎呦，我说 your son is going to become the violin dragon， 就是说你拉这么好，以后就是中国直译过去就是望子成龙，一定会成龙的。对，呦，那客人满脸就不好看了，哎呀，我说这些拍马屁拍的马腿上去了，这个我这个中国人讲望子成龙，结果后来我知道他们西方人不讲究龙，他认为龙是一个天上这个爪，所以这个文化这个东西，后来我看到他的脸色不太好看哈，他心里他听到是什么东西，我说是望子你的儿子会成为龙，他听到的就是我儿子长大了会那种张牙舞爪的那个东西，你说这不是，这肯定文化那个。后来还好我有其他的，我马上一变 Oh, I said I'm sorry What I meant is your son is to become somebody， 哎呦，马上就笑了。 Somebody 是有名的人，我们平常自己说我们无名小卒， Oh, I'm nobody No, you are somebody。 你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大家都知道啊，就比如说艾娃大姐，哎呦，艾娃大姐 you are somebody， 大家都知道你那么热心，一直在和我们这个就是主持后台，对吧？哎，这个李主席 ，You're somebody， I'm nobody， nobody。后来我一讲他 somebody， 他马上就笑了。Yeah， my son is so smart， 我儿子很聪明。所以这个文化哈，你说这个不能直译，这个，如果是咱们回到中国，假如说我到吴英老师家去做客，我讲他的那个小外孙啊 ，You'll be somebody。肯定不明什么东西，但我讲，哎呀，这个小孩真不错，这个请你成龙成凤，人家很高兴的，对吧？
好，不讲了，哎呦，都没有时间了。下面我想讲的，大家自己可以去看哈。我觉得有意思的就是这本书。哎，你们认真听好，我要考的哈。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哎，高中啊、大学啊，小时候看戏又是什么进士了，又是什么探花了，就只听听而已。哎，这本书我学到了，进士相当于什么东西？探花相当于什么东西？哎，挺有意思的，不要紧张啊，愿意记的可以记一下，因为我们只有几分钟，也不会问到哪里特别难。这里李鸿章的档案，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们现在不太填表了哈，咱们都到了退休的年龄了，所以以前这一辈子填的表，政治面貌、党员、团员，好亲切吧？对不对？哎呦，为了录一个档啊，哇操！就是我没有加入到哈，团支部书记倒当了好几次啊，党没有录到。好，下面你看到哈，这李鸿章的这个档案啊，哎，你们知道李鸿章有多高吗？哪个朋友猜得出来？李鸿章除了梅梅姐姐哈，不许讲的哈，你看过的李鸿章，你知道多高吗？1.83米呐、啊，我的老天呐、啊，那个时候的人1.83米呐、啊，不得了啊！所以他走到哪里，那个威严都压到一半人了。跟那个日本人在一起的时候，日本矮扣这个站的那么低，所以对，所以这个东西哈，你看哈，哎，还挺有意思的。江西人，哎，其实我也在江西待过很久，所以对江西感情特别好哈。1.83米，然后呢，1823年2月15日生的，这个家庭成分，下面我也好笑了。有的人是家庭成分，地主根本就不敢填，对吧？地主贫农工人高兴不得了，在学校填表的时候，看看同桌的，看看艾娃大姐填什么。哦，哈，你家是地主啊？对对，我家是工人贫农。哎呦，这个好生疏，但是拿出来看看挺有意思的哈。他这个家庭成分是富农，是富农。好，下面。这个文化程度这个不得了，这个是大清国进士，翰林院编修，这个博士后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博士后，现在的博士后。好，下面我要考大家的，大家记好啊，这个我不是考，就是让大家更记得牢。简历，现在还有哪位歌友喜欢写简历的？哎呦，我简历写了不知道这得，就是简历，你到哪里工作，他这个什么地方都去做讲座，他也要你的简历啊，你干过什么干过什么，因为每天找他们，我记得到美国去做讲座，他们每天来做讲座的人太多了，他所以就是一目扫你这个简历，哎，这个人有什么什么简历。好，下面我们看看李鸿章的简历哈，这里其实就是诗书秀才啊，再还有这个优贡举人进士，1、2、3、4、5，记好哈。我们就来看一下啊，第一个诗书相当于小学，小学啊，6岁就进父亲开的诗书。好，秀才相当于初中，我等下问的时候不是按着顺序问的啊，秀才相当于初中。优贡，这个我倒不太熟悉，优秀的修啊，优秀的优，贡献的贡，相当于高中，这个我肯定要问啊。优贡相当于高中，因为我也不熟悉。1843年21岁啊，被庐州选为啊这个优贡。举人，举人相当于大学啊，进士相当于博士，进士相当于博士。好了，来来来，哎呀，这个时间马上都没有了。下面哪位老师举手的？没有举手的，只有美美讲了，因为是有没有举手的？看来又要我讲了啊，对，有没有其他老师举手的想讲一下的？有没有？没有，那美美老师来讲吧。哦，那我就讲吧。那个李鸿章实际上他出生在一个就是刚刚说的富农，其实他的妈妈长得很丑的，是一个养女。然后呢，李鸿章呢，他的学历呢是比较高的，他呢6岁的时候就上了诗书，就是刚刚那个叶子老师说的，就是小学毕业。后来呢，他在乡里呢考取秀才。秀才呢是一个就相当于现在的初中生，那么
对，他的那个妈妈虽然是很穷，是在路边捡起来的，是个麻子，但是呢，他很注重，所以呢，还是让他读了那个，就是优工。优工呢，就是相当于现在的高中生。然后呢，他们觉得那个李鸿章非常的聪明。其实李鸿章家里的兄弟姊妹都是很有才的，又让他去考举人。他一下子就考到了举人，大概是20几岁，21岁还是。然后呢，过了3年，他考中了那个进士。进士呢，就等于是现在的博士，也就是说可以进官场。就这个普通话不准，就是进官场了。所以李鸿章其实实际上是非常有才能的，也是在我们清朝的时候，他是出国最多的一个人。非常好哇、啊！所以这个美美老师哈，他不光是就是简单说进士相当于什么什么，相当于博士后啊或者什么的，把它串联起来，厉害厉害！我又学了一手。好，最后我想讲的就是李鸿章被洋人称为当世三杰，这个我都不知道啊。哇，那挺厉害的，德国的首相和英国的首相，还有就是李鸿章。好，这个李鸿章大家感兴趣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然后这个我想最后跟大家分享，他的时候被外国人称为是世界上很有名的外交官，是其中之一。他是对的。好的，最后一张照片我就想跟大家讲，我们现在年龄也都大了，这是自然他们讲哈，这个是壮年的时候。我最后还是念一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年轻的时候李鸿章对啊，权力顶峰，人到中年以后呢，就是三分劳累啊，60岁。再然后呢，结果呢，最后呢有点熊腰，而且有点就是说是老的迹象。最后一张，他患有严重的牙疼病，他已经有点风烛残年啊。所以人的一辈子都是对吧，从盛到衰，这是很自然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李鸿章充满着褒贬的一个人物。不管怎么样，我就觉得非常感谢这个美美老师借给我这本书，看完了也可以换一本了。我其实很崇拜李鸿章的，他很是吧？对，这个图片哈，我觉得大家以后去买书，我也喜欢现在看有图片的书。他英语有句话就是 "One picture worth thousand words"， 一个照片值1000个字。所以这本书大家去看一下。好，我们是学唱英文歌，但是咱们是中国人，这个回忆过去也是挺有意思的。今天我们航行到很远很远的古代去看了看李鸿章先生，所以现在我们把我们的船又掉头航行回来。谢谢大家。那么再讲一遍，下个星期除了我们的政课，后半个小时是庆祝我们的重阳节啊，如果想两次庆祝的，这个星期六可以到我们学唱这个问我欣赏老歌，3点钟我们有一场音乐会。然后呢，下个星期五学唱英文歌，这后面半个小时我们一起可以共同感恩敬老快乐。好，今天的课就到这儿，谢谢大家，感恩，拜拜。再见。